世界缝纫机发展史上2006年和2008年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？两款缝纫机产品曾引发行业革命，那就是由中国品牌中国企业研创的有由直驱屏风机和电脑包缝机。如今两款产品已成为工业缝纫机产品品类的标准形态，被业界形象地誉为富山款。自富山款诞生以来，就以先进技术之名走进业界视野，成为中高端客户合作的对象。或许你身上的知名品牌服装就来自于它完美的缝制。历史发展中虽然不断被仿造，但富山款在竞争中始终处于领先的水平，其关键因素在于它深入肌理的创新基因和高端品质，迄今为止越用越好用，又快又轻松，也已成为赢得客户的关键要素。随着市场不断的变化发展，有一现象也正不断展现并成勃发之势，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用户老厂换新机，直接更换更高端的电脑缝纫机，新厂用新机更是一步到位，采购更高品质缝纫机。经典富山款也正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选择。现参与富山以旧换新，要换就换高端电脑缝纫机活动，经典富山款即刻等你解锁。